兰湛，恭喜你，他喜欢上你了，他喜欢谁就会抱谁的大腿，而且绝对不会松手。哎，哥哥今天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只有这样才能种好庄稼。 阿苑，别闹了！说话，说话。好，松开，松开。我还要吃我饿。阿苑，过来。阿苑，你妨碍着他了。不是。 让他走。来，拿去玩。哎，阿苑，你再这样跟着我的话，我就把你当萝卜种在地里喽。嗯，这给你。秦姑娘，今天你的心情是不是不太好？一点东西都没有吃。 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来喽！今天种个大萝卜，过几天呀，就能长出好多萝卜来。燕哥哥，可是我不是萝卜啊。嗯，好，哥哥给的。还是他们长得跟萝卜一样。 婆婆说这个甜，你吃。哎，你来夷陵干嘛呀？嗯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啊。哦。 黑炭哥哥，好好喝，再来一口。好，来，好好喝，再来一口。好，星哥哥，对不起啊，认错了。太远了，不去了。嗯，变成小鸟飞过去不就行啦？飞呀飞呀。好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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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